今年呢，是我们新年的开始，能够在澳洲这个地方聚会，与大家谈谈佛法，我感到非常的欢喜。因缘实在是无比的殊胜。那么这次的讲题，我们选的认识佛教。这个讲题是早年旧金山有一个马祖庙，是我们台湾的，分到美国去的。马祖庙请我讲演，我就想到了这个题目，同时也就写出这么一个大纲。但是那个时候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，不能够详细介绍。以后1992年，我在迈阿密访问，当时在美国的东岸，我在每一个城市为大家介绍《地藏经》大意。那么到达迈阿密之后，就曾宪伟居士啊，以后他也出家了。他的英语很好，翻译能力很强。那么当时也有一些外国人呢来听，我看到，现场那个状况，就把讲题改过来了，这个地藏菩萨了就没有介绍了，就介绍这个认识佛教。我记得在迈阿密的听众比我们现在的现场少了一半，至少少一半。但是那一个星期的讲演影响非常之大，这个录音带以后从录音带写成的书本，我想诸位都看到过，流遍到全世界。那么印的数量也非常之多。这一次我在新加坡弘法，新加坡的同修最近要把这些音带做成光碟，便于保存。那么大家来告诉我，他认识佛教这个小册子非常重要，可惜没有录影如果能够做成录影的光碟呢，那就最理想了。所以这一次我们有缘到此地，就满他们的愿望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好好的录影，录一套袋子，那么将来普遍的能够流通。这是把这个因缘简单的为诸位说出来。学佛现在我们在许许多多地方地区国家了，看到学佛的人越来越多了，
何是佛法，究竟是什么，真正能够说得明白搞清楚的人啊，实在不懂。因此这个题目的确就非常重要了。